OK，这是一间两房一卫浴的小资产品哈，在东区的一个市中心。那进来就是一个客厅，然后木做的一个地板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餐厅，出餐的一个吧台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厨房，里面。那再来呢？起居的部分，主卧室在左手边这一间，右手边也有一间，好，中间共用一间卫浴。那这间卫浴呢，这间主卧也是有连通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主卧的空间，好，卫浴好是连通的。那基本上收纳空间基本上非常多，都已经做好了哈。我们绕一下。然后进来卫浴的空间，出来，OK，那再看第二间房间，稍微小了点，不过也是算小孩房的话也是够用的，对于新婚小夫妻的话呢是非常的适合。那这只是工作阳台。该做的东西都已经做好了，所以基本上只要再买个冰箱，然后就可以进来住喽。然后以上。